都是松油里的，你看啊，多健康，多活泼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参加我们松油里的健康活动。哦，这个今天就是我们所有这个两三年来的所有课程的成果展，今天是成果展，也希望带给大家松油里的大家里面健康快乐，多多参加我们健康活动。 这是我们是协会松友社区发展协会所举办的共餐据点的活动，这些课程是今天很多礼物也是松友社区发展协会提供的，哦，你想只有提供点点而已，哦，其他很多最后面结束以后还有更好的礼物赠送大家，最后结束以后还有更好的礼物给大家，这是松友社区发展协会提供的。 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我先开始，那个那个秦议员，我们刚刚区长，我们新来的一个陈区长，哦，这个多年来，我也在中油里办上很多的活动，很多的都照顾老人，哦，照顾弱势，照顾很多。你看今天这些婆婆妈妈都是带来给我们健康快乐的，都是他们上来上课。 已经上了三四年了，都在我们松油里来上课。我们上课有不是说一般的课程，所以有健康活动或者文书活动，文书课程都有。现在是哈，我们还有礼拜六，还有那个读经班，四书五经、伦理大学都有这个课程。也希望大家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礼拜六的读经班，读经班里面就是我们四读四书五经大学伦理这些课程，很好的。 有的家长，有的年轻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读经班，这是很好的一个课程。老师，秦议员呢？秦议员。